哈，我们用这两种鱼油来做一个实验哈。啊，这个是这个牌的鱼油，我们先把它剪开来。这个是一个泡沫，啊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泡沫，把它剪成小小块，两个都差不多大小。把这鱼油滴在这个泡沫上面，然后我们过一会儿看看它有什么变化。这个是我们爱多美的鱼油，也是同样的，把它剪开来整破。看到了吗？爱多美的，用爱多美这个很快它就融化掉了。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实验呢？因为我们在血管里堵塞住我们血管的呢的粥样动脉硬化呢，它的分子结构跟这个泡沫很类似，所以你看爱多美又这么快就把这个整块泡沫化没了。这个鱼油呢就还没有，它整块还是完整的。